梳头发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柚子肉吗？什么叫为什么穿着礼拜五的衣服？礼拜五的衣服什么意思？什么礼拜五的衣服？什么礼拜五的衣服？什么礼拜五的衣服？哦，Friday。他说，我想说为什么穿着礼拜五？我想说，我礼拜五有做什么事情？你有看过我穿这件？啊、哦！我下一秒想说礼拜五是什么东西？哈喽，北原神推，谢谢北原神推送的柚子。笑什么？我觉得很可爱耶、欸。对，我觉得这件好看。谢谢小薰送的嘉禾万事兴，把梳了刘海，梳梳梳。我觉得很整齐了，可是它太短了，所以我想梳平一点。恭喜奕晨粉丝团升级到一级。好蓬哦！讨厌，你剪刘海了吗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是因为我刚刚弄太平了，弄太蓬了。不小心夹太久。大家，今天是教师节呢。今天是教师节，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跟老师有关的话题好了。哎，粉丝团可以改名字，我不知道怎么改，我等一下再研究一下怎么改。哎，你们知道那个开始投票那个公车了吗？你们知道开始投票了吗？你们知道要开始投票了吗？投领领一票不好，拜托！虽然我知道我自己是没什么机会，可是我虽然知道我自己什么没什么机会啦，我知道我自己没什么机会，因为我就是没什么机会。可是呢，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帮我一下，好不好？有帮忙我就很开心了。投了两票，投了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现在几票？会显示自己几票吗？拜托，投我一点，一点就好。我真的很，我知道。我跟你们讲，就是我真的很想要在公司上面，可是我知道我自己没什么办法，可是我还是想要把它做好，我的心愿，好吗？我的中秋节是中秋节吗？我的中秋节的愿望，中秋节愿望会直接公布结果，不会公布票数是吗？虽然我不知道交保护队怎么投票，大家交保护队怎么投票？教师节心愿，拜托啦，拜托，
了柚子帽，这好可爱哦。那照片拍的真可爱，那也不去投票，那还不去投票，逼大家投票没有啦，我只是形容的是，因为你们知道投票这种东西就是很现实，所以我只希望你们能尽一份心力帮我这个忙，因为只有你们可以帮我这个忙，您在此许下这个心愿。许下心愿，勇往直前。现在好的，我不会唱。谢谢保护队送的新纸管。你们知道我最近啊，有个随的，就是我昨天把手机忘在公司，我都已经就是跟婷丽搭车，已经搭到要转车，就是已经上车，然后都已经买完票，要准备回家的路上，我才发现我的手机忘在公司哎，然后我回去拿我的手机，然后真是有够衰的。然后我跟你们说，最近还有发现一件很衰的事情，就是我的学生证不见了。很衰耶，超衰的，好喜欢猜拳大会的发型，好可爱。很衰耶，手机忘记拿，我说忘记拿就算，因为可以拿回来，但是学生证不见了，就是我需要用到的时候就，就我之前不是放口袋吗？结果就可能掉在路上了吧，希望有人可以捡起来。可是最近下雨耶，会坏掉啊，怎么办？我要重办学生证的吗？很烦耶，跟你那朋友一样，对啊。跟我朋友一样，同甘苦共患难。谢谢死蟑螂送的眼睛月障重。补办啊！我学生证不见过三次，你知道我之前也是不见，然后我就一直相信他一定在房间里面，然后他就出现了。我本来都已经要补办，结果他就找到了。可是我觉得这次不可能找到的是，因为我一定是丢在外面，因为我是在外面不见的。之前都是在家里不见，家里不见就是可能还会出现啊，什么之类的。如果是晶片卡，应该就坏了。算了，放弃的是我难过的是放弃你，放弃爱，放弃的梦被打碎，忍住悲哀。我以为，好不会唱。谢谢入送的花枝精粹，玲玲比我更随。而且你们知道，更扯是，就是，好啦，就是还是有开心的事情。就是，可是我学生在里面刚好就是那一天有储值，储了100块。那100块对我来说很重要吗？然后结果就不见了。哦，还有更衰的事情，就是我最近长结膜炎。很衰，而且你知道是在怎样吗？是在表演前一天，就是在活动前一天结膜炎，然后要上妆。我就是结膜炎快好了的那一天，我还在那边化眼妆。我就是有个衰的，我这个你们现在看就还好，因为我现在没有化眼妆，原因是因为我结膜炎刚好没多久，就是快好又还没有好的那种阶段，你们知道吗？很衰耶，很衰耶，我不知道我最近是怎样水逆吗？最近可能就是有点痛苦。对啊，
期末也很辛苦哎，我请了2天的假哎，疗伤。然后我今天才去上课，然后我今天又被班导刁，教师节被班导刁，你们知道吗？对，可是猜拳竞选吧，我觉得可能是我的运气都花在猜拳了吧，我觉得是哎，我觉得可能是我的运气都花在猜拳，一定是这样，我觉得就是。整个讲法就是你为什么迟到这样，好啦，没有啊。如果我真的能上公车广告的话，我真的会超开心的。如果我真的能上公车广告的话，我可能就是啊，嗨起来的那种，可能就开心个一整个礼拜吧。就算有再怎么难过的事情啊，再怎么都可以开心。因为我就觉得上公车广告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啊，我也觉得不太可能欸，可是我真的很想，我真的我就好像一个公主，我就好像小公主在那边选拔，值得啦，学生证再办就有了，不要泼冷水嘛，大家慢慢投票。而且那个说不太可能的是我爸欸，才开心一个礼星期哦。哦哟，投票是信仰的，投信仰的当做支持。那么想上的话，玲玲要在 IG 多多推广。好，你看猜拳大王二期成就3个。啊，而且这也是我赢了那神圣的2拳欸，就是你们知道吗，就是重点是我赢了那神圣的2拳。你赢面面我下呆，为什么我赢面面你会下呆？你们是不是都以为面面可能会赢？还是你们觉得玲太废？所以我赢面面当场你们就全场是玲玲欸，这样吗？谢如如送的新之冠，我一向来的推都是运气超差的，所以有吓到。如如，你的照片每次都弄很丑的，请问我在画眼妆，你为什么要截图啦？很丑欸，如如，你是不是讨厌我？如如，不能这样子。我以后只开直播的时候，我都要检查如如的照片，我就来看，如如今天照片是不是有画很丑的？对啊，自己的推自己黑欸，哈喽，怎么回事？好啦，你画眼妆的截图我也有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大家不要欺负玲玲。好啦，教师节快乐啦，大家都快乐。然后，这也是，我忘记我要讲什么，这也是，对，我忘记我要讲什么了。对，我很怕崩土啊。而且你们知道，我们老师也叫我玲玲欸。教师节，玲玲要惹老师生气，没有乖乖牌欸。而且，
老师也叫我玲玲哎，好笑吗？谢谢宝特瓶送的柚子帽。欸，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蒟蒻条吗？还是什么？就很像鱿鱼，但又不是鱿鱼，很像起司蒟蒻，又不像起司蒟蒻，就是一个，这是什么啊 ？Hello 姚物，这是什么？乳酪条哦， oh, 好。玲玲晚安，抱歉我今天有点小忙，没关系，你有来看我直播，我就很开心了。保护，谢谢保护，不是啊，保，谢谢宝特瓶送的。谢谢维朵那宝特瓶送的柚子，老师也叫你玲玲，说不定老师也是粉丝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真的觉得很扯。他教我们班导师，之前是云爵前辈，还有我这不能，真的很扯哎、欸。反正就是我现在老师是跟我们团员有共同教过，就是。然后我们老师教过我们团员聊两个团员，然后我就觉得很扯，就是怎么会这么的巧合？就是尴尬，哎、欸，搞不好其实他偷偷摸摸的喜欢哎、欸，那其实我很喜欢这样，有可能先不要好吗？谢谢陈宇送的玫瑰，谢谢本王送的看好你哦，哎、欸，我要放歌，好久没放歌了。你们有想听什么歌吗？没有啊，就有一次要被老婆说手机，我就一手拿着手机，一手拿着奶茶，然后一手拿着奶茶，然后老师说你的手上的东西给我，然后说老师奶茶吗？他说不是啊，手机啊，耍什么可爱这样，耍什么可爱，就是就像你吸引评审那样，什么叫吸引评审那样啊？哦，你说是这样吗？可是我觉得我好像就是一直很容易就是在任何的甄选或是什么场合，就是很常被，就是很常被，就是我很常吸引，就是怎么讲，评审很常会被我吸引到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可能觉得我很特别吧，就是我也没有要故意怎样引起别人注意，可是就是真的从骨子里散发出来，就是啊，我本来就很可爱啦。哎，你们想听什么歌啊？快点给我一个 idea。谢谢 Ru 送的 Love， 应该单纯天真可爱吧？哎呀，不要！你们想听什么歌？问候歌是什么？这是好事啊，第一印象深刻，比较有选中的机会。我也觉得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最近在那个莱尔富啊买到这个海煮新的口味，然后它是乳酸口味，就是养乐多口味的，然后我觉得超好吃的，你们可以买，在那个莱尔富有卖，可是我不知道全家跟便利商店有卖，可是我觉得如果莱尔富有卖，全家跟便利商店也会有卖，就是很好吃的口味耶，我觉得它是我目前吃到就是
就是海煮里面最好吃的口味，多宣传无吼。四单放起来可放 reset 歌单，可是我这次手机没有 reset 歌单哎、欸。宣传无吼吗？好。手牵手，寂寞没什么好。谢谢保护队送的月饼气球，糖果还可以啦，热量应该不会很高。什么东西？不要给某某看到。玲玲有没有想当星星？我不想当星星。深呼吸。对不起，本来不想当，我不想当，可是我想上选拔，可是我不想当星星。玲玲比较想进选拔拍 MV， 超想拍 MV 看，因为我真的没有体验过那种感觉，我就是一个没有体验过，就是很想要体验看，就算没有什么结果，可是我还是要想体验看那种感觉，你们知道吗？嗯，希望猜拳选拔有的拍，最近我才集齐品商店买到三条百香口味的海煮，才20元，选。猜拳选拔应该会拍吧，我不知道欸。我要涂口红。谢谢钢铁灵魂送的 love， 好不均匀哦，为什么？每次看 TTP 的 MV 时，玲玲都会露出那个特别的神情。他什么叫特别的神情？什么叫特别的神情？什么特别的神情？每次看 TTP 的 MV 时。玲玲对，可是我没有拍，我没有什么意思，阿嘎是什么意思？有看到在偷瞄前面的成员，不然呢？我不看前面看谁？我不看前面看谁是吧？最近都要加班，好累哦。不过中秋节我有休息，好棒啦！加班加油！
我想绑马尾。结束了，你们还想听什么？樱花瓣吗？星期五就是刚好就是上面印的就是 Friday 这样。好像是不是可以再绑高一点呢？这是宝宝头，好好看，谢谢。行家登场，玩出新比例 ，Galaxy Note 20全新比例强势登场。谢谢保护队送的，今天好像小朋友，我本来就是小朋友，好好看，谢谢，圆圆可爱。黄萝莉，谢谢宝特瓶送的寻职罐，谢谢博威送的玫瑰。哦，我一直忘记我刚刚讲什么。哦，我已经很久没有绑宝宝头。可是我通常绑宝宝头的时候都是我没有洗头的时候。谢谢保护队送的花枝精粹。没有洗头，对啊，因为人家，可是我每天都有洗头。可是我不洗头的原因是因为，可能那一天，要么就是那一天我很累，要么就是那一天，
我没有头发没有脏，就是根本就是待在家里，然后没有脏，所以我才会没洗头。可是隔天就会有点不舒服，因为不习惯没有洗头，所以我都会把它绑起来。不然你有洗头放下头发香香的心情不是很 happy 吗？班上同学都笔记了，哪有？谁今天没洗头？有，我昨天有洗头。看来今天没洗头，我昨天有洗头啊。回答刚的问题就是看着 MV 画面想着，如果是自己在其中的话，那种表情。哪有？我昨天有洗头。这句话我要截给阿丽看，因为阿丽也是吗？我跟你们说，就是我们有功课要做报告，然后标题是暑假去哪里玩。可是这也是我暑假都在练习，要么就是表演，就是参加 TP 活动，我根本没有时间，就是也没有时间出去玩。然后想说，如果我真的有上选拔的话，我是不是就可以写说我们拍 MV 要去什么半岛秘境玩什么之类的？然后就哈，我就很傲，就是。为什么我不是他们？就是我会觉得我怎么就有点可惜，就是我就真的都没有出去玩啊！我是要写什么报告？而且我连我家电脑也没有，我是要怎么做报告？我就有时候会觉得说，我怎么会这样？你们知道？是广告，是广告。去华山艺文特区玩，你说乌梅剧院吗？哦，玲玲会用电脑，不会，我是电脑小白小，我是电脑小白痴，就是电脑有点不好，就是从国小到现在都这样，就是国小不是都会有国从国小五六年级开始来，才三四年级开始，从国小三四年级开始就不是有电脑课吗？然后我都是那个一直会去问旁边说，哎，同学，不好意思，这是要怎么做，这要怎么做的那一个哎。哎，我发现，对啊，你都报告哦，我去乌梅剧院彩排，你知道吗？明明知道开机键在，我知道我会开机，可是有时候会当掉，就是有时候哎要怎么开机？就是我不知道哎，就是我看那些很会用电脑的人，我就觉得他们好厉害，就是我可能连存档都有困难，你们就知道你有多不会用电脑，你们知道？我可能连存档就有困难，你们就知道有多，对，就是小白痴、小可爱、电脑小可爱，不真的不会用哎、欸，真的没有一个头绪在、欸，好像每次找不到贡献榜的时候就对，就是差不多那样，保护队你写的差不多就是那样，很废。给玲玲的任务，用电脑帮自己的猜拳大会投票，这是要你们帮忙的好吗？那你的直播报告都用手机？对啊，就是用手机，就是我 anything， 是我跟你讲，就是任何东西我都是用手机，然后可能还会被别人讲说不是这样弄的，不是这样弄，可能按键不小心按到返回之类，我就跳到另外一个画面，我就很慌张，我就会问旁边的人说啊，这要怎么弄？这要怎么弄？但其实。只是不小心点到一个按键而已，我觉得很紧张，是要怎么弄？谢谢变成新鲜柠檬送的柚子，对，就是你自己也可以投一票啊，我就不会用，完全就是老人家用电脑，原来是3C，可是我会用手机，可是我用手机就是要么看 IG、看 YouTube、看一些 Facebook， 可 Facebook 现在没有在用，就看 IG、YouTube， 然后 TTP 啊、Discord 之类，就不会用，尤其是打报告、存档，然后那个什么云端那种，我都不会。对。
可是我也会看啊，就是我可能想知道一些时事，我就会在搜 D 卡搜寻说啊，例如最近不是金钟奖吗？然后我想要知道金钟奖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我可能就会在 D 卡打第几届金钟奖，然后就会有资讯出来这样。就有时候我会想看文章而不是影片的话，我就会在 D 卡找评论什么之类的。没有啊 ，D 卡没有我的名字啊，我没有红到这种程度，我顶多红到就是我没有，我顶多可能就是 YouTube 打10000会出现很多直播的不当这样，但没有红到就 D 卡会出现50000这样。可能会出现 AKB48 TP， 那我等帮你 po D 卡好啊，谢谢天然奶保护灯，你要说到做到，所以你说你会帮我 po D 卡，所以我以后滑 D 卡的时候我就会看到我咯，认真 PTT100 我知道也就那两篇而已啊，第一篇是出纰漏，就是第一次二期生记者会的时候。第二天是 reset 公演。那大家要努力做些零零的事情，增加曝光率，这样有人在推广你，你们很棒。D 卡有没有爆料版？金零零不会用电脑，这有点丢脸。可是我是真的不会，我这是电脑白痴，就是任何有关于3C 电脑的，我都会问那个我朋友。玲玲今天的头发很好看，谢谢。你们不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吗？叶子。因为我那个结膜炎，然后所以我就只有像底妆跟腮红跟口红，可是我觉得我这样就已经不差了。谢谢保护队送的带你去流浪，上掌声鼓励，自己说要持续吃药，没有那个药吃完了，我现在都只有点眼药水跟擦药。美化眼妆，你的双眼皮也太好看，谢谢。很重很浓，而且笑起来会有那种卧蚕，而且还有那个什么鱼尾纹。自己爆料，我就而且我的鱼尾纹是天生的，哎，就是遗传，就是。我的黑眼圈跟鱼尾纹就是从小从一出生就是打从娘胎出生就有嘞，是黑眼圈是重到一个可以耶，就是我有用指甲刷，所以你们看比较不出来，就是素颜完全是重到可以这里，然后因为我本身就有过敏，然后我过敏很严重，就是会一直就是可能天气转变或是尘螨绵絮，我就会一打喷嚏，然后就是眼睛会很痒，然后就会有黑眼圈，然后再加上我有卧蚕，然后再加上本来的黑眼圈，再加上过敏，所以我的黑眼圈超重。然后我的鱼尾纹呢是天生的，因为我的眼睛是这样，然后就是有鱼尾纹，所以不是我能控制的。所以讲好听一点是眼睛会笑，但其实它是鱼尾纹，这样。谢谢洛丽夏夏送的柚子，没办法，我就是过敏体质。小小年纪就有鱼尾纹，我也可以打什么打
打什么什么针之类的，没有啦。我不会，现在还不会把钱花在哪里，要多保养。我已经很努力在保养了，可是我的皮肤，我已经很努力在保养我的皮肤了，可是我的皱纹没办法，因为我现在还不能去打，所以我可能要等年纪大一点之后去打那个什么针之类的。可是我怕我把我自己的皮肤那个脸弄坏，还算了。对啊，不能太晚睡。可是我没有，我不算晚睡，你知道一堆成员都比我晚睡啊，羽喵前辈不是也是？凌晨就是日夜颠倒类型的那种，我至少还没有到日夜颠倒。而且最近不是，最近天气不是有转变很大吗？我就很不习惯，就是你们知道要从一个很热的天气变成一直下雨，然后湿凉的天气，就很不舒服欸。你们知道换季，你们就要把衣服全把冬天、秋天的衣服全部搬去衣柜，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。不用雷射啦，这个年纪皱纹是天生。对啊，这年纪皱纹这就是天生的啊，而且真的皱纹你们是不是没有看过？你的年纪偶尔睡前敷面膜，我不会敷面膜，因为我的皮肤不适合敷面膜，所以我只会敷眼膜。眼膜就是眼睛下面的膜，我不会敷面膜，因为面膜对我来说太多了。意外的蛮早睡的，就是我不知道到了现就最近我都是十一点睡，因为最近眼结膜炎，那个医生就跟我说，我就问医生说，嘿，就是医生就说不能太晚睡，就是要早睡，不能太晚睡，然后不能吃辣的。我就在想我为什么会结膜炎，然后可能是因为我前阵子吃那个零食，然后吃太多辣的，然后再加上就是我最近又有东西吧不适合我的皮肤，或是换季比较敏感，很这样。截图，哦，没有截到，谢谢保护在上的柚子帽，没有截到。我也是这个季节很容易感冒。对啊，最近大家要注意保暖。哦，刚表情好可爱。对啊，我不知道你们没有截到图欸，有吗？有截到图吗？Hello， 小杰，截到好东西了，可以换了，可以换了。你们知道，我最近就露露又要换崩图了，没有，刚刚是可爱的，又怎么感觉是为玲玲而做？为什么？谢谢舒里安送的柚子。林，中秋节要烤肉吗？好像有人要约我们班上的人一起去烤肉，可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那个 time。对，我不知道我的行程有没有够我排烤肉这个选项。看看有没有帮图，有的话就可以换。好。再怎么画都比那个涂眼妆的好，好吗？居然讲英文，哎，你们不觉得其实我讲英文是好听的吗？自己讲，就是不是好听的，不是不好听的。哈
某明星。某某前辈喜欢狐狸耶，为什么某某前辈会喜欢狐狸啊？有人可以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某某前辈喜欢狐狸呢？而且我要跟你们说，某某前辈很喜欢摸我的头，他有在这样摸我的头，这个太。是好听的没错，但你会的单字不多，用到的也不多好吗？会用到的也不多。某某很可爱，进选拔后开始要忙了。我想想看，我最近没有，我从开学忙到现在，开学之后就已经忙到一个爆炸了。是不是要把 Hello 王的位置给你？没有，我跟你们说，就是如果我真的要把我自己逼到死的话，我不会，就是逼到很忙的话，我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，就是我可能会这样跟你们直播吧，因为你知道我们戏剧组，因为我是戏剧组的嘛，然后。我们戏剧组有全国戏，要有全国戏剧比赛啊，还有什么会考啊，还有组展啊，什么就很忙，很多练习。然后 AKB 有很多练习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觉得尬不过来，所以我必须舍弃掉很多我想要，就是在学校做的东西，所以我都会，就例如全系就是全国戏剧比赛，我就不会参加，因为我觉得很可惜耶，就是那是一个很好的经验，而且可以拿到很多奖学金。我就没办法参加，因为他们排练的时间就是定在那个时间，可是我那个时间公司就是有练习，你知道，是忙得充实就好。对啊，应该不是，因为毕竟那个活动是你自由参加的，不是硬逼你参加，所以你可以选择要或不要。但我是很想，可是没办法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手机掉下去了。好，我捡起来了，好慢啊！啊，为什么？事故啦，失序了。我刚刚聊到哪？哦，对，我刚刚聊到很忙这件事情嘛，就是你知道之前一开始我在直播的时候，我就要往回讲我的 before， 就是我这边就会觉得说，为什么就是我要直播这件事情，然后我就会觉得很，就是有时候每然后每个人都会心情不好，可是我之前很容易就是把心情不好的情绪表露在直播。上面，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不对啊，就是长大之后16岁之后就觉得说不对啊，就是这件事情不是大家都会吗？就是累都不只是你，跟吴侯的歌一样，然后我就觉得说好，既然大家要来看我直播的话，那就是长大了，是吗？哇，短短的半年耶，哇！对啊，我觉得。所以学到蛮多的，是值得的啦。对，半年还好，哎，那不会等一年之后、两年之后、三年之后，就哇，玲玲真的长好多哦，这样，你们应该看得很开心。看你直播开心，我们也会跟着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说，我就是要传递一个正能量，虽然就是因为负能量太多了嘛。是要传递正能量，因为大家来看我也是来看开心的。可是我还是会觉得说，不，大家都会啊，只是你要学着意识到现在工作可以控制情绪就是长大了，就是我就没有，我真的就是觉得说自己要是正能量，因为大家都很累嘛。然后我要想什么？可是有时候
我还是会跟你们就是讲一下我最近不开心的事情，可是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听，可是你们可以就是给我一点就是意见或是 feedback， email 出现 feedback 回馈啦。谢谢如如跟博爱送的掌声鼓励。愿意听哦，愿意听。好，那我，可是我最近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我直播我很开心，我就不会再想这样，所以代表说我直播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也是开心的，只要不在直播发脾气就好。可是我觉得我脾气有变好，就是我之前的脾气是差到一个不行。希望玲玲在拍照会时凶我，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拍照会啊？什么叫拍照会？合照会是什么意思？我是没有参加过啊，我不知道那什么，那是什么？对不起，我等下去更新一下。好酷哦，合照，那你们可以告诉我那是干嘛的吗？好酷哦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没有，真假的？对啊，我怎么？我好像知道又不知道。没关系，我等一下再去看一下。Sorry， 对不起，玲玲，脑袋不好。我不等一下。我知道了啦，我知道了啦，我知道秋日祭典的啦。又一个猪猪，我跟猪猪平常事情太多了啦，这平常事情太多，你知道。我觉得花了，我觉得哈喽王可以换人当了。我上个礼拜才当过领主主自己的活动，自己不知道。歌词改成玲玲啊！哦哟。哎呀，好舒压哦！那我等等去改信件。哦哟，不行，还跟我合照啊！哦，原来是合照不放，原来合照不放。那大家看我跟我合照啊、哦！大家跟我合照啊、哦！你们现在填的都不能改掉啊、哦，因为我现在知道了。哎，保护队你会来吗？可是你应该不会来，你会来吗？保护队你会来吗？我要改名字成保护，不行。保卫瓶，保卫瓶开，保卫瓶，做保差瓶。哎，你怎么变保卫瓶了？保卫瓶，保卫瓶来着。非常抱歉，没有，因为有人刚刚说要改名字，我超生气的、啊。
行这样好不好？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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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不被允许的，这是不被允许的，不可取，这样不可取，不可取，好吧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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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不行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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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哎、欸、们到底会不会想戳我的脸可是我觉得我的脸有点硬哎、欸、我这边有一颗痣哎、欸、你们知道你们有观察数在007这边有一又右脸嘛，你们有观察006脸有一颗痣吗？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可爱？我很喜欢这颗痣哎，就是我喜欢这颗痣的原因是因为它没有很明显，可是它又没有很大。那它没有很明显，可是又没有说到不明显，然后又那种小小的那种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的感觉，就是对，就是可爱可爱的痣。谢谢如雾送的掌声鼓励。那你拍照会用那面拍吗？可是我这面比较好看。我这面比较好看，我这面脸很圆，这边比较好看，忽隐忽现的痣，画龙点睛。对啊，可是某某前辈是会在痣上面点，用眼线再点明显一点这样。我真的好喜欢柯佳嬿前辈哦，他真的很会演戏。你们知道我最近在最近我们是戏剧组的嘛，然后我们最近就在学就是剧本分析，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学不到什么东西，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就是凭自己的感觉去看剧本，凭自己的感觉去演这个戏，所以我不需要用老师那一套方式去分析剧本，我会用我自己的角度去分析剧本，然后自己用自己的方式，所以我觉得我好像学不到，就是在戏剧组学不到东西，因为我有我自己理解的方式啊，是吗？反正是这样，剧本分析，对啊，就是去分析剧本为什么会这样写，然后他在写的内容，他角色动机跟演员功课，然后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学不到东西，可是我觉得那些就是我们在演艺圈看到那些演员前辈们，我觉得就是很厉害，就是他们可以长得漂亮，然后又很会演戏，我就觉得他是怎么办到的？对啊，就会好奇怎么办到的。揣摩吗？是揣摩吗？等玲玲红了，可以直接去问。我跟你说保护队，我跟你说就是不用。如果我真的
不用等我红，我红了可能就自己知道，不用去问。对啊，不是吗？我的逻辑有没有？没有，对，我那个逻辑有很棒吧？我不知道，很难说，可能不会吧，逻辑百分。啊，尬逻辑。我跟你们说，就是我知道为什么会有人觉得我很适合当谐星了。可是我跟你们说，我觉得谐星没有不好，带给大家欢乐。可是觉得没有不好啊，但是我觉得我就是不想要，我目前是不想要啦。可是我觉得我就是有，可是我觉得我好像是真的蛮有当谐星的天分嘛。没有，可是我当谐星不是说讲笑话什么的，而且也不是就是综艺什么，不是。我觉得我的谐星是，就是我的行为可能会让你们觉得很好笑嘛。你的搞笑是天生的，不是演的。对啊，我觉得我也觉得欸，就是我觉得我的演戏都是很自然的那一种，就是我自然到可以别人会觉不觉得我在演戏。可能我现在在演一出戏，我在演说我很怕鬼，然后我说就怕鬼啊，别人会觉得说哈你怕，就是真的旁边的人会觉得说哈你怕鬼哦，是真的这种。可是我会跟他说没有在演戏，他会看不出来我在演戏，没有，懂我意思吗？就是有些人演戏是真的，就是看得出来你很在演哦，你是在演戏。可是我在演戏的时候，别人会不觉得我现在在演戏，会觉得说，我可能现在就是在我，就是真的是生活中我会有的行为，或是，对。原来你是 TTP 戏剧一姐，并不是好吗？是我比较有，没有，我觉得演员应该是小山美玲前辈吧，她也不是想当演员吗？我不是专业演员好吗？我只是可能有那个就是天生的那种有点小细胞，你们知道小细胞是什么东西？演一下返校片段，不要，我觉得小返校有点可怕。美玲哪里会演的？她不会演吗？她不是说她想当演员？谢谢入上的掌声鼓励。你觉得 TTP 的哪个成员是你的对手？你说演员吗？我觉得是小迪前辈耶，因为我觉得小迪前辈也蛮会演的，因为他之前不是童星吗？然后有演过戏，我记得好像是吗？是，对，小迪前辈，我觉得是小迪前辈，因为之前不是，我记得之前 mini concert 的时候，然后他们有演那个女团内幕，然后就半岛那一个片段，我觉得小迪前辈演的蛮好的。对啊，美玲也有上戏剧课啊，可是我没有看过美玲演戏。那个很小的时候，可是至少是有这个经验在的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小弟。可是就是没有，所以可是可能 MC 的时候可以聊一下，就是演戏方面就演一下。听说诗雅前辈也蛮会演的，对不对？没有，那个广告喝水我是真的呛到，好吗？那个先不要算进去。可是我没有看过诗雅演的，可是我觉得诗雅比较适合主持，对。会考虑之后 MC 安排演戏桥段吗？之前就有啦，就是之前就有。
可是我觉得你们刚刚说到搞笑，可是我觉得我的搞笑是就是我的呆傻，傻和呆，就是不是我的，可能那个形容那个傻跟呆会别人觉得很可爱很好笑，但不是血型，你们知道，血型不是这样，血型是刻意搞笑，可是我不是刻意搞笑，好吗？我就那样，所以我也没有特意当血型这样。以后演唱会可以来一个小剧场啊。再看看吧，我没有看过宫胁孝两两演的桥段，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演，很可惜我有演戏的影片，可是你们不能看到，因为我跟别人对戏。你知道我朋友就跟我说，没有，你知道我朋友就跟我说，哦，对哦，我对你演的那个女主角很有印象，他就跟我说，你在舞台上就有那种不怕生的感觉，不会紧张的感觉，然后很有气场，然后，台风很稳健，然后走路的时候就有一种给人很高傲的感觉。你们知道，他们说我给人很高傲的感觉，就是很有气场的感觉，然后想说。偶像是可爱，我为什么会在他们眼里是高傲呢？你们不觉得问号很好笑？问号。你也可以把高傲的感觉带入偶像，是吗？不笑的时候吗？不笑的时候。不笑的时候讲，就是会给别人高的感觉，是吗？问号，对啊，有点想笑，不形象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们讲，你们会觉得好笑的原因，可能是因为你们认识我太久了，就是在直播上面可能看到我讲话什么，就认识我太久了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因为没有听到我讲话，或是没有跟我聊过天，就是只看我的行为，或是看我长相，可能就是真的会觉得我很高傲。不行，绑包头的时候就小朋友高傲不起来，反差的关系吧。我觉得我真是很极端我只要把头发放下来，然后改中分，就变得很高冷，然后又有刘海，就是可爱，然后又绑包头，就是小朋友，就算用绑双马尾，就是萝莉。所以我觉得我很极端，就是。不确定我到底是可爱还是漂亮，还是高冷，还是性感，还是成熟，还是幼稚，我完全分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了，因为我实在是太百变了。自己讲，自己讲，自己讲。那你说高傲的都是不认识你的吗？就是跟我不太熟的人，你要一跟我聊起天来，就是哇哦，开关被打开这样。可能看到我高冷的时候是开关没有开起来的时候，然后觉得我好笑的时候，可能是我开关开起来的时候吧。不愧是百变小公主，对啊，百变小公主哎！谢谢变成新鲜柠檬送的柚子，哇哦，你谁？百变小公主，对啊，这样可塑性很高就是我就像一个粘土，我就像一个粘土，可塑性很高，这样吗？当我的公主不能太幼稚，那我就不要当你的公主。那时候我就不要当你的公主，这样就好了。好吧，我跟你们坦诚一件事情，好不好？我跟你们坦诚一件事情，就是第一次握手会的时候，我有哭，就是我有哭，可是我都没有在直播讲任何讲，就是我这件事情，可是我现在才讲，你就不能说天生的演员之类的吗？
天生的演员，我觉得我是啊，就是充满了戏精。然后我就有一天就我朋友就跟我说，你的感情很丰富哎，难怪会被说是戏精。因为有一个人他跟我说，你要多学学卢卡，你要多笑啊，才会有更多粉丝。我就哭了。哇，我的演员就是这样，情绪来得快也去得快，我就哭了。然后我就觉得说，为什么我要这么的委屈？就是我不能做好玲玲吗？为什么我要被别人这样讲？谁要出来打球？反正是我那时候很难过。嗯，对啊，我就觉得这样。那时候好像是对，然后那时候我就很走心，然后再加上我那时候就已经有点，因为我很畏惧。因为我很害怕面对人，就是人与人之间的，就是我会紧张，因为我很容易害羞，又很容易紧张。然后讲话还好，可是如果是握手什么的，我会害怕。然后，对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我那时候就已经很紧张了，所以我就脸就有点僵硬吧。然后那粉丝可能觉得我们都在笑，反正就这样讲。那时候我超难过，我就哭了，跟卢卡告状了。然后不是啊，竟然是。你知道怎样吗？然后卢卡就很开心，因为他很多粉丝去握他的手，然后我就在他旁边，然后他就好像就是快结束了之后，他就卢卡有安慰我，然后我就说没关系，然后卢卡就在那边跳舞了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哦，好啦，就是好吧，可能我年纪还小，就是我还不会应对，对，然后就这样，对啊，就是当面，我真的，我那一天我真的就握手会怎么那么的。可怕，可是我有调试好，就是我就觉得说，好，那我下次握手会，我就是再拼拼看一次。如果我真的不习惯的话，我可能就是要再研究一下握手会这个部分。嗯，好，就是这样，多参加几次就习惯了。日本 AKB 红的十个里面九个都怕面对人，又想当偶像。好，好、哦。因为日本那边真的有人无聊到去握手会说教，真假？两边都太嗨也不好，喜欢你的自然会注意到你。握手会很深奥的，是吗？握手会很深奥的，很深奥。我可能好像研究一下，嗯，反正是这样。不过玲玲要有心理准备，握手会出现这样的人。卢卡粉丝怎么了？刚刚没听到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就是，而且你知道那时候是怎样吗？是每个人遇到卢卡都说：“哦，每个人遇到我，他说玲玲加油，你进步了，玲玲加油进步了。”然后跟卢卡说：“卢卡，你已经很棒了。”我就想说，嗯，现在怎样？然后我就很难过啊，就是 Hello， 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，就是。什么啊？就是玲玲加油，你进步很多了。卢卡，你已经很棒了，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你们有想过我的感受吗？好，我讲完了，我一直没有讲，可是我今天在直播讲，我笑着讲了，对。如如表示生气，可是现在我也有我自己的粉丝了，所以我就觉得。没关系啊，反正我现在有我自己的粉丝，虽然我现在粉丝可能没有很多，就那一点，可是我也会珍惜这样。现在不自己一个列会去找你的都是喜欢你的，不用太担心。可是我反而会很担心的是，为什么我的这么短？以前有个叫西野未姬的成员，因为可爱就不是很认真准备握手会。因此，因为可爱就不是很认真去准备握手会，就有 AKB 的粉丝特地花一个小时在握手会叫，什么意思？哦，说叫什么？有以前有人在握手会会把白间美流前辈弄哭，害的下一个我完全没办法说话。哇，真假的？哇，哇哦！把美流前辈弄哭欸，天哪，我很喜欢白间美流前辈欸，就是她是我的女神中的女神，就是真的是女神，因为她是我喜欢的类型，就是想要成为的人。
好啊，反正那时候，可是还是有喜欢我的人，可是我，可是他不只是喜欢我，因为他是喜欢两个人，他喜欢，对，我就不，反正就是，对，就是我就觉得，怎么会这样？哎，我反正之后就习惯了啦，就觉得还好。我排了30分钟，以为终于到我了，就那个情况。SK 一之以前有一个前辈叫北川零八，当 C 就被握手会讲得很难听，说。魏晋以前被当第二个麻友，他就太骄傲，握手会对粉丝爱理不理。对，这个他自己在节目讲过。什么？了解。好，反正第一次握手会就那样了，我就想说，好啊，就是这，我原来这就是这样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反正我那时候哭超惨的。我那时候好像是到家里还是心情不好，然后我就睡觉之后就，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就是睡觉，然后隔几天就没事的那一种，因为我不会去记仇或是记恨，所以就还好。对每件事情都是这样子哎、欸，可是如果是说真的要会记恨的话，我也就想说算了，就是下次见面可能就看看你，就算了。某某二单的时候，一步一直发站，真假的？三单握手会就没断过，粉丝一定会慢慢累积的，是吗？我觉得我知道，就是你们会紧张嘛，那我们也会紧张。可是这件事遇到哪种人，我们就不能控制。对，我也觉得，我也想说，哦，因为我有听过雨林前辈有跟我分享，就是雨林前辈有跟我分享，就是握手会啊，这样这样，就是这样这样这样，然后跟我说，雨林前辈他自己也有在握手会的时候哭过。我想说，好，我现在走过的路，这真的是，因为那时候我就已经很难过，所以你们没有发现我那时候走路走很快嘛，所以就有粉丝跟我说，你可以走慢一点之类的。我那时候就，我就。一直不想讲，就是我这件事情，所以我才没有去对面回应说，我那时候为什么要走那么快？哎、欸，他变绑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们没有，还有10分钟，好。谢谢欢迎再次送的我来签到，今天好快，应该是今天的节奏比较快一点。我已经把话题塞满了，下次一定会更好。我最近脑海里面一直浮现一句话，就是。习惯就好，我不知道习惯就好这件事情到底是好还是坏，因为你已经习惯了嘛。可是我不知道习惯就好这到底是好还是坏，是好，是因为很多人就跟我说你要习惯，或是他可能习惯了吧，我就会想说习惯这件事情到底是好还是坏，因为好的是你可以照着你那个之前一起去做，可是习惯就好像是没有什么心情，没有什么改变的词。谢谢如如送的花枝精粹，看习惯什么事吧。哦，每一次的遭遇都是一次经验的累积。难怪，你知道后来我有发现，就是可能我朋友他想要去甄选什么东西，他要跳舞，然后我就说，不然你跳一次给我看，他就跳这个动作。然后我就会，因为我可一定是相对我经验比较多，我就会对他讲一些，就是可能我就给他一些。就是意见，我就跟他说，这是第一个动作，所以你要让粉那个老师第一眼就看到你，然后让老师注意到你，然后不去看其他两个人，然后就是，然后我朋友就会跟我说，哇，很有经验，然后企图心很强。可是我觉得我已经习惯这件事情，所以我觉得我经验一定是比他们多很多。
从讲话方面就看出来，所以他们就也会，我朋友同学他们也会跟我说，经验婉玲很有经验之类的，嗯，所以我觉得就是经验很重要。但是你们当公众人物会有的不习，会有不得不习，对啊，对，我觉得是没错啦。习惯就好，通常是用在不能改变的现实，算是消极的心态。自己没办法控制的就要习惯吧。可惜三单不能来，原本填一张一张给你。好吧，就是我跟你们说，我刚刚看影片，我看到一个就是一篇文。一个影片，然后他有说到什么？他那时候说什么？哦，时间，他说时间可以证明一切。然后我那时候不是有在那个公演上面说什么，我想要很快证明自己我可以吗？我跟你讲，我看到那个时间可以证明一切，我真是哦被打动哎！好，我说好，我现在什么不相信我的人，或是我现在什么什么，就是没有注意到我的人，反正就是时间可以证明一切啊，就是。因为我平常也不是说非常的消极的人，或是完全不努力的人，因为我也是一个就是，我觉得我是一个真的很埋头苦干，或是很兢兢业业，就是都是在默默努力的那种，只是不认别人不会特别注意到，或是别人不特别去察觉，会察觉不到的那种地方，我都在那种地方努力啊。See， 所以时间可以证明一切，我一直相信，我相信，目前是相信的啦。像这次握手会可能没办法让你很快就满步，你会看到很多粉丝去别的成员，那没关系，我们慢慢来。四单我也不担保能来，要看到时候是通关了没。好，默默努力。美玲也是同一个想法耶，真假？美玲前辈吗？我觉得美玲前辈她也是一个很棒的偶像，她是，我跟她聊过天，她是。美玲说过最近喜欢的一句话是“日久见人心”，我是怎样啊？就是年纪那么小小就开始讲一些已经差不多20几岁姐姐会说出来的话，对吗？哎，我现在的班导是美玲前辈的老师哎。同一个老师，同一个班导，你们不觉得很酷吗？就是我现在，对，真的很酷。日久见人心，好，念榜了，我要念榜了。You are in same school with Mayling， 那也是跟云爵同，对，对，没错，我觉得很巧，就是我觉得哇哦的那种，哇哦，好，你之前有说过在公演演一个很会表演的偶像，我觉得改变心理很棒。哦，演一个同校，难怪跟美玲这么熟，哪有很同学校？我不同学校哎、欸，不同学校，我跟美玲前面不同学校。好，我要念榜。我今天要从第13名开始念，哎，第十五名好了。
第十五名是本丸，谢谢本丸。第十四名是朱里恩，谢谢朱里恩。第十三名是钢铁灵粉，谢谢钢铁灵粉。第十二名是维朵娜保护宝宝，维朵娜宝特瓶，谢谢宝特瓶。第十一名是博维，谢谢博维。第十名是小杰，谢谢小杰。第九名是超哥，谢谢超哥。第八名是一纯，谢谢一纯。第十名是变成新鲜柠檬，谢谢变成新鲜柠檬。第六名是幺五，谢谢幺五。第五名是幻影战士，谢谢幻影战士。第四名是西西，谢谢西西。第三名是噜噜，谢谢噜噜。第二名是小勋，谢谢小勋。第一名是保护队，谢谢保护队。哎，噜噜，你可以把那个照片改掉啦。阿格里耶，阿格里，谢谢玲玲，不会，谢谢幻影战士。好，对，我觉得老师可能就有点，他可能收到那个请假证明的时候就是他可能表情就是。我觉得很好笑，就是他没有当下跟我说，他是事后好隔了好几天吧，他都说你们团都为了认识啊，可是他没有说是谁啦，我就说我知道，我有问过啊，我知道他没有跟我说，这样他就笑笑的这样，对，就是他们要去我学校，我觉得很可怕，很酷，好，您辛苦了，下次改好。等你噜噜，我没有不喜欢，但就是有点害羞，就是怕别人看到可能会去密噜噜说噜这是谁呀、啊？这样我就不想要。如果你说玲玲的话，别人就说玲玲长这样吗？不太好。对，好啦，大家拜拜！不要笑死，笑什么啦？老师晕针。云爵、美爵，你们两个多照顾小妹妹。小妹妹，好啦，拜拜。拜拜。就是先看那张，再去 IG 看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先看那张，再去 IG 看的时候会有反差、啊，什么意思？哦、oh, ，了解。保护队我懂，大家 OK， 好啦，拜拜，小杰拜拜，如拜拜，保护队拜拜，欢迎嘉欣拜拜，变成新鲜柠檬拜拜，博威拜拜，钢铁粉拜拜，天然呆领英拜拜，等我一下，拜拜。卡瓦哥，拜拜！阿嘎，拜拜！保护队，拜拜！下次见，下次什么时候见呢？忘了，没关系，十月吗？是吧？好吧，拜拜。星期四吗？好，拜拜。